这个甜瓜的名字叫可森者，来自意大利南部城市。它是一种冬甜瓜，就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一种甜瓜。采摘以后呢，能放一个月以上。它是皱皮，你看它的果皮，高低起伏，皱皱巴巴的，果皮非常硬，香味呢并不是很浓郁，纺锤形的。我们打开看一下。果肉雪白色的，种前呢并不算大，果肉比较厚，这个切起来非常硬，感觉它的果肉香味很淡，而且果皮很韧。汁水还算多。但是甜度呢不高，这个甜度不高。它的果肉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口感，可能是没有吃过吧。这个瓜感觉并不是特别优秀，生育期大概是90天左右，发芽到果实成熟。然后采摘以后呢，能放一个月以上，最长的能放3个月，就是下雪的时候都能吃到这种瓜，和那个新疆的加汁瓜一个样子，很耐储放。你看它的果肉有液化现象，晶莹剔透的，可能放一放更好吃。